扣子打到别人，还是现场突然间裸体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哈哈大笑。哦，因为你爆开来可以看。我想说。你长成这样凭什么拍片？你觉得自己这样子算不算是妨碍风？今天麻瓜们来到走中奖现场，要来访问 YouTuber 们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残酷二选一，究竟大家的选择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立刻开始喽 ，Start！ 大家好，我们是一加一，我是丽，吉利，耶！又来残酷一下喽，好，我以为要来自己测验。啊，第一题 ，A 钱很少的商案，可是客户跟天使一样。B 钱很多的商案，但客户超级机车。好好，三二一，哦，哎，不一样，哎，你怎么这么爱钱？如果他给我10,000,000的话，但你们没有说多少钱，哦，对啊，就是让你们，因为如果差距只有几千，哦，当然 A， 哦，那如果给我就是一支合作片1亿，然后跟我讲要捧谁的，哦，捧谁的屁股我都可以，好，剪掉，帮我剪掉，那我们再问一题，好。你们会选择当一个 A 零负评的 YouTuber， 可是所有事情都是装出来的，还是 B 很做自己的 YouTuber， 但时不时就会上D咖被骂？这好简单哦。三二一，对，哦，因为我们本来就做自己，对，然后但现在也是零负评。哦，哇塞！但我觉得不管有没有负评，就是有人在评，就是表示说有人在看你啊。你们要选择 A 走中奖当天上吐下泻，一直疯狂的跑厕所，还是 B 长针眼？哎，欸，哎，欸，真的吗？可是长一个很大的针眼，上吐下泻很可怕哎，欸。对啊，上面上去你就是会无法控制自己。而且如果你得奖，然后说哦他在拉屎，他在吐，能听吗？但是长针眼你还可以这样。长针眼，那我的妆我就说我今天是海盗就好了。对啊。那你们可以把一个 pose 是针眼，也可以拍得很好看的妆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威小姐。那我们的频道主要是在看猫，好可爱的，自己做的第七只是人，但跟猫一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好营养师怡萱。那我的频道就是跟吃比较有关系的哟。胖胖的话可以看，哇，超需要，很需要，很需要。第一个问题是，如果有一个分身可以帮你剪辑，你要选择 A， 一周可以出5支影片，但每支影片就只有初剪跟上字幕。B 一个月只能出1支影片，可是精致到爆，可以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剪辑的那一种程度。好，好，三二一，哦，你可以选一个月出1支。拍片很累，我没错。我们两个都不是主要剪辑的人，没错，所以那累，我们就没感觉。再一题，再一题是要给剪接地狱的人，就是他们。好，再一题哦。好，如果要你选择的话，你要选择 A 每天在各个平台发文带风向骂你的酸民团队 ，B 一个忠实的私生饭。你们知道什么是私生饭？我知道啊，什么？就是他会突然在你家，然后打开衣柜，然后上面走出来，就是不是你的超级粉丝，可是他有可能会跟侵入你的。对对对，能选哦。三二一，哦。欸我家非常偏僻，我觉得私生饭找不到，应该算安全。就很单纯觉得说他至少不会伤害你了。哎，欸，私生饭不一定，说不定会帮你打扫，像小精灵一样。就是，哦，虽然是私生饭，可是直接利用他。对啊，聪明，装备也不错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那我们隆重欢迎瓜姐。耶耶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残酷二选一哦。好，你会选择 A？在走红毯的时候憋不住气，衣服爆开，扣子打到别人，还是 B 讲得奖感言的时候疯狂打嗝？哎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东西的这个喜剧效果非常的强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就是我想，不管是扣子打到别人，还是现场突然间裸体，我觉得大家都会哈哈大笑。哦，可是问题是你在那个致辞的时候，你在那边不停的打嗝的话，大家只觉得说这个人表现非常的烂惨，不一定那么好笑，所以当然是选 A。哦，很有道理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烙饼头，我是老一，我想走。耶！看今天超级强耶，完全就是户外造型。来吧，来吧，残酷的选一。好，好哟。第一个，你们会选择 A 10个超级铁粉，还是 B 10,000个路人粉？三二一，哦，不一样。因为我
觉得有些时候就是可以多增加一些互动或是连接性，蛮好的。而且铁粉会有一种就是他很了解你过去发生的事情，就很像家人朋友的感觉，对，那种连接感。因为我自己本身比较想把台湾的美学介绍给全部的人。好会讲哦！哎，那我们这样刚好一个 team 就可以有十个铁粉跟加10,000铁粉啦！怎么这么贪心？一个团队。你会选择 A 拍你喜欢的东西，可是平均观看不高，还是 B 拍你不喜欢的东西，可是平均观看有 A 的10倍？好难哦！3、2、1，哎、哦！要是这题选错，我跟你讲，不能交往。价值观差太多。为什么会选 B？我们梦想到世界各地去，所以我们希望用很特别的方式深入各个国家旅游，所以就希望可以到每一个我们向往的地方为主。那当然吃饭是很重要。最后一题可以好来哦，它只是一个假设，好假设哈。如果你会被爆出以下的一件事情，你会选择 A 诈欺粉丝的钱，还是 B 曾经霸凌过别人？好难哦，好难哦。好来哦。我们曾经有类似的争议过，就是有人盗用我们的肖像去卖产品，但是其实粉丝大概知道我们的个性就是蛮正直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洗白。对对对，聪明的坏蛋，真的完全成功了。B 呢？因为我觉得男生小时候都很皮，所以一定会做过一些奇怪，把人家推出去阿鲁巴或者一些各种奇怪的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很正常。反正现在有改过自新，重量了，重量了，谢谢。选择 A 能力超好的经纪人，可是时不时会在背后捅你一刀，还是 B 有点呛的经纪人，但对你是100%的忠诚？好，我选好了，我选好了，3、2、1 B。哇，都觉得要忠诚，有点我觉得忠诚可以训练，但他刚刚那题就是说他永远训练不好了。昨天不是才跟你说过吗？对，那你们是不知道哎、欸，你们不是去金钟奖走中？至少他对你是忠心耿耿的。对。第二题是，你们会选择 A 走红毯的时候憋不住气，衣服爆开，扣子打到别人，还是 B 讲得奖感言的时候疯狂打嗝？好，我选好了。哦，这么快！3、2、1 B。哎呀，不一样啊！因为你爆开来可以看。我想说。啊！对啦，我还。但是我以为是你衣服设计的环节，就故意的亮堂。顺便直接撩开这样。那我选择 B 是因为，毕竟我也没什么好露。打嗝可能就是哦，对于今年就是我们是颁奖者的部分，可能真的是紧张到一直在打嗝。这样子。聪明就是有紧张。紧张到在打嗝。那我们就谢谢，谢谢黄子雄，谢谢。那我们欢迎阿达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那我来问一下，如果要你选择的话，你会选择 A 每天在各个平台发文带风向骂你的酸民团？还是 B 一个很忠实的私生饭？好，想好了吗？是不是？我没有听懂题目。那要看那个私生饭漂不漂亮。你会先选什么呢？应该是私生饭。因为私生饭，我顶多就是跟他当朋友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一个人比较好教育。那另外那一团人一直骂我的话，那我可能会没工作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下一题，你会选择 A 走中奖当天上吐下泻，一直疯狂的跑厕所，还是 B 长针眼？长一个很大的针眼。3、2、1。我在想，那个上吐下泻隔天会好吗？因为我刚是想睁眼比较难好，可戴睁眼戴墨镜就好。谁会选睁眼呢？睁眼，因为第一次可以这样子走红毯也是不错。这是拉睁眼的方法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们找到了洋葱，耶！好开心哦。接下来进入强迫选一喽。Okay. 你会选择 A 走红毯的时候憋不住气，衣服爆开，扣子打到别人，还是 B 讲得奖感言的时候疯狂打嗝？我
当然是 A 啊，因为那个你说撑开打到别人，你也很丑吧？应该是很壮才会，对自己有自信，练了然后爆开这样子。有那个劈塔才会发生这种事吧？他连扣都没扣，他已经爆开，已经扣不起来了。那再下一题哦，如果你会被爆出以下一件事情，你会选择 A 诈欺粉丝的钱，还是 B 曾经霸凌过别人？我靠，你这个问我会眼酸。那我选 B 啦，因为过去式嘛。对啊，那过去式，那我现在改了就算了。但我先讲，我以前没有霸凌别人。没有啊，我是边缘人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阿啾小剧场的阿啾。对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啾小剧场的学长。我们也是联盟课堂的学生哦。第一题是，如果有一个分身可以帮你们剪接的话，你要选择 A 一周可以出五支影片，可是每支影片就只有初剪跟上字幕；还是 B 一个月只能出一支影片，可是精致到爆，可以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剪辑。那是 A 啊，我也是 A。学长。这样产量很够 OK 啊，初剪就 OK 了吧，有字幕就 OK 了啦，句句都是精华。因为你知道，就是瞬息万变，大家可能一个月等一片，可能会等不及，都等太久。所以可以出5支，大家可能会落，毕竟被忘记这样子。多一题是，你们会选择当一个 A 零负评的 YouTuber， 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装出来的，还是就是我们吗？没有啦，做自己啦。还是 B 很做自己的 YouTuber， 可是时不时就会上 D 咖被骂。怎么办？我有点玻璃心，那我选 A 好了。但是我本人不是哦，就是我们吗？我本人都是真正的。我的话就觉得说，因为人本来就是有优缺点嘛，所以就算被骂也是会很了解你的。就大家了解说，我们其实也是一般人，我们不是完美的人。Oh my god， 还是我选 B 好了，帮我卡掉。终于拿到完美的人，跳槽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最近红，我是大二，我是磊包，嗨。来问一题哈，你们会选择 A 钱很少的商案，可是客户跟天使一样，还是 B 钱超多的商案，但客户超级机车？有限时间吗？3、2、1，被五斗米折腰的废物。人生在世嘛，活下资本主义社会活下去的必备条件，怎么样经历过大风大浪，我们才会成长。对，哇，讲得真好。对，老话一句，大丈夫能屈能伸。对，还不要当陶渊明了。那我们再问一题哦。好，你们会选择要 A 10个超级铁粉，还是 B 10000个路人粉？哎，这有一点争议耶。所谓的路人粉丝，他会观看你的 po 文什么的。对，可是他不见得会订阅。就是你会有10000流量，但是这10000个人不屑屌你，然后下面的留言全部都是一片骂声。这么严重？你长成这样，凭什么拍片？你觉得自己这样子算不算是妨碍风化？等一下，那边删了。这边帮我消音一下，那跟 X X 什么区别？哇！好，来，就是不会到酸民，可是就是他周边不会买这种。3、2、1。十个铁粉很值得感恩，很值得感谢，但毕竟做这一行嘛，就是力道有限，就是我们得到收益的方式还是比较不一样啊。比较希望与其十个，我们给10000个人更多的快乐，那也蛮好的。好会讲，说的好会讲哦。最后一题。哦，来。你会选择 A 拍你喜欢的东西，可是平均观看不高，还是 B 拍你不喜欢的东西，可是平均观看有 A 的10倍？3、2、1。这类的问题再往下问，我猜都一样。这边就是务实的金钱万能至上，毕竟我们都有客家的血统。你看还干净啊？你看要干净啊？啊，干净啊！凤西烟啊！哎，还搞海凤眼啊？海凤眼。好了。海凤。谢谢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重点是他们是玩什么鬼啊？就是我们一直会在榜上看到第一次。哦，那假想敌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超越玩笑。没有啦，我们都是人文课，都一家亲，一家亲，我们学院内比较互动。这个收音很好，我以前也会这样说。原来在收音哦、喔。对，我以前会拉一条那个 iPhone 麦克风，然后粘在这里。然后前面都是刚刚他们先跟我们这样讲，我们没有剪进去，帮你剪进去。我们都是留言，我们也不看。哦，会怕。